单打基本功训练，高远球两人对拉，注意控制好弧度和落点，每次击球完回动，主要增加后场出手的稳定性，并且可以锻炼后场步伐的启动节奏。你学会了吗？阿丁，当我们练习投掷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用到手臂下去丢啊，我们还要加到手腕手指，给球一个加速。代表这个球就飞得很快，但是你只用手臂的力量啊做蹬转。靠这个手臂啊，手腕其实没有用到，对不对？这个球速很慢啊，再来试，手腕手指加上，对对对，对加速，好，不错，可以。想成为高手必学的五种分球路线：一、反手挡对角；二、正手管对角；三、正手拨对角；四、正手抽直线；五、反手挡直线。